为了让学生了解农业与生态的关系，北美国中请到青农在学校文室旁搭建了一座简易黑水虻养殖室。主任许碧慧表示，学校在之前的科展研究中就曾做过黑水虻的研究，而为了结合食农教育来推展，这次也邀请到青农来带领学生实作，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看到整个零农费的友善耕作模式，让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好。学校其实一直在发展科展，那我们之前做过黑水虻以及酵素，这次借着农改场的协助还有帅龙老师的协助，我们把整个课程串起来，然后又可以让孩子去体验到原来我们生活周遭有这么多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课程，而且让整个在生态上能够更自然更有友善的一个对待。青农邱帅龙表示，透过黑水虻的分解，能够把学校的厨余变成有机的肥料与饲料，让他们在学校中种植的蔬菜以及养殖的鸡只能够更安全更健康，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大自然当中其实是有许多天然资源可以利用。像他们本身有养鸡跟种菜，那有效把厨余变成一个安全的肥料跟饲料。对，因为较早捌拄到就是非洲猪瘟或者一些食物安的问题嘛，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猪吃到猪，鸡吃到鸡，因为我们中间透过一个虫去转化，就可以让学生知道说，哎，那这个环境是很多资源可以利用的，我们要做到环境所谓的零废弃物，对这个生命的循环，产地到餐桌这个概念。县议员陈于君肯定北美国中的用心，也感谢农粮署补助经费设置温室以及农改场的技术资源，让这座温室未来也有更多机会邀请在地青农分享他们的经验。那在温室的棚架当中呢，校长呢还特别邀请了在地的青农这个罗帅龙可以把他这些很难得的经验交给我们北美国中的孩子们。那我觉得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非常感谢农粮署这样子这么专业的一个棚架的一个设计，让孩子们呢未来不但可以在这边学习到很专业的科技农业，还能够让我们国姓乡在地的青农有机会能够投入这个社区的工作，然后呢也把他的所学跟孩子做一个分享。副议长潘义全肯定北美国中的用心，能够结合在地青农与科展研究，进而让食农教育有更多面向，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爱护环境，也是非常值得来赞许。记者陈维一，国姓乡采访报道。